你好，请您先向我们网友做个介绍，可以吗？打个招呼。好，各位的网友，你好，我是 Fiona 薛凯琪。OK。各位，刚刚我们也观秀了，然后看到您作为那个何国璋老师的秀的最后的一场模特，然后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感想？当时感想就是特别的开心，因为一路都认识 Dorian 这个就是 designer， 然后但一路都没有机会去就是跟他做show，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是收到他的电话了呢，就是特别的兴奋要来特别去支持他。其实我昨天是录音录到很晚，然后我昨天是没有睡过的呀，然后就是对，因为就特别想要支持他呢，所以就是也得要来。然后我今天就是做完所有的访问。